接下来我要颁发的是80公斤以下，一样是前六名的获奖选手。名次宣布，第六名107号杨凤如选手，一所大学；第五名104号林冠彤选手，暨南大学；第四名108号张彦斌选手，来自清华大学。第三名106号陈伟杰选手，南台科技大学。第二名119号施树豪，嘉南药理大学。第一名是116号时间大学的高原选手，恭喜！一样，我们请副秘书长颁发前六名的奖状。第六名是一所大学杨凤如，第五名是暨南大学林冠彤，第四名清华大学张彦斌，第三名南台科技大学陈伟杰，第二名119号嘉南药理大学施树豪，第一名时间大学张高原选手，恭喜！接下来请审判长颁发前三名的奖牌。106号陈伟杰，第二名119号。树豪，第一名116号张高原。好，恭喜六位获奖选手，也请我们两位颁奖贵宾一起跟六位选手一起合影留念。好，恭喜六位获奖选手，感谢两位颁奖贵宾，是否我们再一样给予这六位辛苦的六位获奖选手给予热烈的掌声，辛苦了。